试音，现在是 live， 就是我们这个线。Yo, what is good, everybody? 哦，我以为小姐姐还在试音，有没有吓到大家？很抱歉，我是翘班 DJ 讲座家，没有我在试音啦。待会儿来宾要来了啦，来宾就是我们的娃娃魏如萱。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已经有新专辑了。哎呦，我把它弄得好像。然后他其实里面有那个，有一张一张全部都是他的，那个叫什么歌词。然后这张专辑待会来好好来跟他聊一下。嗯，来宾来了，来宾要来了，来宾要来了，来宾要来了。虽然这是他每天工作的地方，但是还是要让我们来欢迎娃娃魏如萱。开了，哎，好亮，好奇怪哦。有吗？我每次在白天来，然后看到后面的景色，我都会很不习惯。啊，真的 哦，对，你是晚上的节目、哦。那你没有开，我要到自己也开一个直播、啊。我觉得好哎。你要开哪里的直播 ？IG。好，大家可以看这边，然后这个我要收走。你怎么显示很小气？嗯，对，这是我的 ，It's mine。算了，不要开了。先讲。你为什么没有把露丝带来？在吃饭啊，很可爱哎、欸，他真的很可爱。对啊，他眼睛好 Q 哦。他真的，他刚叫妈妈，好可爱。真的、哦嗯欸你知道他的生日跟我爸妈是同月同日哎，我爸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们是11月1号。God。Yeah， 然后我是10月1号，然后我们家都是一。然后我记得你是10月10号嘛，对，所以你跟宝宝也是，就是生日也是，对对对，都只有一跟零。对对对对对对，很像那个电脑那种扣，有没有？11月1号。对啊，我爸妈他们两个都是11月1号出生的。你家的好酷、哦。对啊，巧合，缘分。好酷哦，爸爸妈妈同年同月同日生。他们时间差很多。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想说他们要算他们生辰八字是？没有说他们出生的地点呢、啊。一样啊，都是一样啊，上海啊。所以就是。而且最厉害是什么？他们是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他们是同一个医院，他们是从国小到高中都是同班的、欸。哈？然后他们认识吗？他们认识啊，他们从小就认识啊，对啊。哎呦，我以为是那种。后面有分隔呢，没有，就是，但是我觉得他们是那也很厉害，嗯，他们一直在天上就讲好了，哇塞，就是说我们下去的时候，你他们的那个红心一直没有，他们有一个建议，人家都很长，都很怎么进，对，那我觉得蛮强的，好可爱、哦，所以蛮有趣的，蛮有趣，刚好分享一下，哦，我要开我的。然后你这张专辑这边啊，我一直在猜它是不是有什么小小的，是不是转，然后转到你的眼睛，还是什么转到一只熊猫，那个 tape 小巧思是吗？对啊，还是它算是一个 puzzle 藏，对啊，就是一个藏着的这种，就是你想这是你的剪影，你自己哪一个看顺眼，然后后面这个算是盲点，没有那个没有盲点，我很希望它可以弄那种盲人点，它消防器老师摸一下啊，知道了。也是一种藏着啦，蛮酷的。我们要进军工哦。好哦。有人叫你居丁耶？为什么？居圈变居丁。哦，我知道了，因为丁那个字看上去很像 J。Alright， 今天大来宾，我们算是同事，然后呢，他是我的前辈，然后前辈，欢迎娃娃魏如萱。嗨。
爱居丁。为什么你也叫我居丁？居丁好可爱哦，红烧居丁。是不是中午餐时间要饿了有没有？宫保居丁，哎，有时候我路过那些餐厅门口啊，就写一个宫保居丁，然后那个招牌就是遮住，然后宫保没有，然后我只看到居丁，以为是，我以为写自己的名字好便宜哦，我想我怎么只卖120块，你知道吗？经济实惠啊，真的好。今天很开心娃娃来上我节目，因为我还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前几个电台的通告是我上娃娃的第一个吗？算我忘了是不是第一个，但是是前应该至少是 Hit FM 的第一个吧。那时候我还不是这边的 DJ 哦，那个时候我还长头发，你有印象吗？有啊，但我觉得你短头发，我比较喜欢短头发的。真的吗？你对，谢谢、谢谢。然后今天很特别，是你来我上我的节目、来宣传你的新专辑。哎、今天是你第一次访问我，对不对？第一次 ，my first time。因为我们之前是一起录什么？特别节目，对，录了几个，有的没的，就是电台一些活动，好酷哦！今天算是你来上我节目是来宾啦，所以我今天好好访问你，好哦，访问的不好，然后你也不要，就是你要就不要讲访问就好，我们就聊 天啊。新专辑叫做《藏着并不等于遗忘》，这个就这张专辑，我觉得我听完，我刚刚跟娃娃在聊、我说你。每张专辑都很有企图心，这张也很有企图心。那明年金曲奖就是你一定就，你知道已经要准备好了。金曲奖吗？对啊，我不知道，金曲奖就是人人都有机会啊。不要讲客套话，真的啦。你是不是这张专辑是有信心的？我至少歌迷朋友，我每一张专辑都超有信心。有没有？然后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还是前天，我去看你的 MV 下面留言，有一个你的歌迷留言说。如果娃娃明年啊金曲奖不入围不得最佳国女歌手，她就要变疯子。她变疯子？对，她说她一定会，她说她一定会疯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最想要拿金曲奖的时候是，对，我在自然卷的时候，那时候很想要拿。哦，我超爱那个时候的歌，也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嘛。你跟奇哥。对，然后就觉得好想拿哦，然后就没有拿。然后后来很想拿，是因为有一年我爸过世了，然后我很想要把那个讲座放在他的灵堂上面，就是很想跟他说：“爸爸，你看的。”但那一年我也没有得。然后，但今年发专辑，大家我觉得很谢谢大家，就是很支持我，然后觉得我就一直他们觉得不行，就是欠娃娃一座金曲奖啊这样子，然后我就心里觉得很高兴，因为谢谢他们都觉得我值得那个讲座，但我也觉得你值得那个，但我讲座，对，我去年当了金曲奖的评审嘛，是，然后真的当完了评审之后，就觉得其实你看得很开，那我觉得发行新的专辑大家都被大家接受喜欢，我真的很高兴，但如果真的可以拿一座金曲奖的话，我其实为了我的工作团队还有喜欢我的歌的所有的人，就是想要为了他们拿，而我自己已经很后面了。我觉得明年啊，你拿金曲奖那个时候，你就回到我们今天你讲的这段话，然后重播，然后就觉得哇塞，当初讲的话，对啊，就变成你那个时候的感言，我觉得橘嘴已经帮我想好了，我帮你想好了，真的。然后这张专辑啊，我周末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直在听。我一直很想问娃娃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曲风你不能驾驭的？我觉得你好像什么歌都可以唱哎、你自己有给自己，我觉得你是不给自己设限的一个创作歌手哎、就想什么都想试试看啊，因为你看已经到第六张专辑了，对、啊、如果我自己都还是唱那一些跟以前一样的歌，我自己也会觉得没有新意、所以我觉得到第六章我即使是在唱歌上面的方式我都还是有在调整、例如说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超长的歌名，对，这首歌我简称它叫诗人啦、okay, 对，这首歌它就是比较复古，然后以前我也没有试过那种整个副歌都是用假音唱的，对，那是因为我很喜欢很多国外的乐团，像 Maroon 5， 像 Scissor Sisters， 他们都是假音唱的整首，然后就觉得好好听，那我觉得为什么我不可以，所以我那时候拿到，我一开始直接拿到这首歌的词是我表弟写的，然后我就一看到我说可以给姐姐唱吗，然后我很快就把我跟韩令航很快他把编曲就弄好，然后我很快就把旋律写完，
就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它比较复古，然后比较时髦的感觉。Funky disco 的，对对 对, 对，它有一点复古的一个、嗯、一个感觉，有点都会那种感觉、嗯。为什么歌名曲这么长？我要念一遍哦。好，这个叫“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对啊，因为我表弟平常他就很喜欢写一些东西，哦、文绉绉的人，对，喜欢写散文啊，喜欢写小说啊，喜欢写。他突然你说柯志堂吗？不是，柯志堂是。我有两个姑姑、哦、然后我柯志堂是另外一个姑姑哇、啊、你的表弟都好有才华、啊、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忧郁的形象喜欢写一些东西写一些文字写一些歌是不是、啊嗯、OK 那这张专辑上面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首歌、嗯、我觉得常常歌手可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对对对但我想要听看你的答案好啊其实这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我觉得他很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形状那你要说我最有感觉在录音室里面录最久的对是 Hile Sozai 啊对这首歌其实我跟你讲因为我台语不好、嗯、所以我慢慢去看那个歌词嗯，你看得懂吗我看得懂你看得懂哦是写给你身边很爱很爱的那个对就写给我爸写给我的好朋友写给我的猫咪是因为里面还有因为有广东话对有广东话、啊、你可以对所以对 我就一整看我知道娃娃是写给身边他自己都很在乎的人、啊、但那些人未必现在在我们身边嗯，但是你希望你最后还是可以跟他们见到对有一天再见 我后来 听到那歌词我后来越来越懂这首歌你想说什么时候、嗯、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有点想哭吗对因为我台语因为我台语不好有时候你其实听一首歌的时候嗯，你要完全听懂那个歌词或者是那个曲风哦你在那个里面、嗯、但是后来因为我看完歌词大概懂了我觉得我越是听到那台语的那几句我就觉得哇就是我起鸡皮疙瘩范你学一下啊 Hile Sozai 对啊范你 是这样念吗对 Hile Sozai Hile Sozai 但是我广东话 OK 吗就是那个可以啊你的广东话原本就很好啊好好好可以可以就可以因为我很怕我也是台语烂烂然后广东话也烂烂没有啦而且我觉得你那首歌中间的就是副歌啊、嗯每一段好像真的很适合那个语言、嗯、就台语的你不觉得那个旋律就是很刚好就是那个 I miss you 跟 I love you so much、I miss you so much、嗯、那边那个旋律好像就是应该要唱那个语言、嗯、然后唱那个 meaning 的对啊就是没有刻意但就觉得哎、欸，我觉得很奇妙这边好好适合哦对有一些我觉得这种歌曲不常遇到 嗯、哦、你看如果睡不起好好听哦你说深更半夜然后睡不着是不是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嗯、然后最近的日子不是很开心就过得 不好有点不开心这样子然后想打电话给你撒娇塞奶对塞奶几句这样子因为 我记得我爸以前就是时不时都会打电话给我、哦、我在这边电台 on air 他也会打来真的吗他说你有想爸爸吗哦、喝醉的时候爸爸可爱哦对啊喝醉了但是我觉得 酒后都是吐真言他那个时候是不是他想问你想不想他真的很想你对啊他打给 你对所以现在你看换我想他了真的、嗯、但是我们终究都还会都在一个地方就会见到就是 Hile Sozai 那个地方对对对好不要讲这个感觉又有点感伤对就是 这首歌到现在每次在唱的时候还是会那个情感就是很浓厚那我觉得这首歌写出来其实、虽然是把自己的感觉写下来但我觉得应该非常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才会这么有共鸣共鸣那你会不会想你的天竺鼠会 The Gunia Peak 当然啦我前几天在刷我的那个 IG 的时候又看到他们我之前给他们 PO 的一些照片、嗯、当然会不管是人事物、嗯、就是甚至是我之前可能就是坏掉的吉他我就不能弹太有感觉因为有感当然我的养过的宠物天竺鼠啊、嗯、或者是我家以前在澳洲养的狗狗、嗯、就养了十几年然后突然过世、哦、然后我当然就心里面我觉得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感伤哎、嗯，那娃娃呢娃娃你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嗯、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嗯，感性吧那你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去压制住你的感性吗性、嗯、还是你觉得你遇到什么事情你真的就崩溃然后当下你
没有办法压住他。不会，我还是有，我觉得天秤座有很多时候都还是很矜的。譬如说，我就你会很矜，很矜、啊。哎、欸，我不觉得，比你好很多啦。我觉得你是没有什么偶包的，我的偶包是完。我是真的要感谢 T11， 我来这边当 DJ 之后，我真的慢慢被训练出来。嗯，因为要常常访问一些歌手，或者是就自己坐在这边跟麦克风说话。你盯到就不用开麦了。对、啊。但我觉得娃娃给我感觉，他就是一个，他刚刚说他自己很感性，但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嗯、你给我感觉你就很乐观啊。嗯，是乐观的啊。好了，回到专辑当中。讲到乐观，但专辑上面有一首歌叫做《恐慌症》。嗯，恐慌症。然后那个 MV 拍的非常的，嗯，怕怕的。我看到有一点，但是又有一点那种，我以前看那种香港的港片的一些那种，那个叫做一种氛围、嗯，一种感觉。因为它是用底片拍，我觉得很棒哎、欸，颜色好好看。对对对，因为它用底片拍，所以它有那种跟像，它感觉不是调色出来的，它本来就是那个颜色。对，所以它那个颗粒很浓，就是底片的感觉，所以就很像以前的港片。是，对啊。这首歌曲其实它算是有一点负面嘛，它蛮激烈的。有恐慌症吗？对。它其实在说的也就是一个气氛，一个氛围。我自己还蛮喜欢。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做梦的人，我觉得在梦境里面常常就是会反反复复的，我有时候真的梦里面会做噩梦，然后我比如说我梦里面很想买什么东西，我醒来之后我等一下就要去买，我就是很容易被梦影响的人、啊、其实这对我来讲其实它这是你的恐慌症吗？有一点恐惧，这是娃娃恐慌哦，梦到然后想要 买一个什么东西，买一个包包，然后醒哦，好怕好怕，是噩梦，我就要去买一个包包。OK， 好，我们好好听完这首啊 ，Hit 说仔等等广告回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合唱一首歌。嗯，好啊。Oh yeah， 休息一下。其他前辈的话吗？还有你哪有？我敢说丹尼是吗？丹尼是偶包比我小姐在。我觉得你们两个有得拼耶。有的拼吗、嗯？你知道我前一阵……那你交女朋友你会说吗？我会告诉她，如果我交的话，没有，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了吗？如果我交的话，我会告诉你们。那你现在有交女朋友吗？我现在没有。哦，那你之前有吗？你之前有说，很久之前有跟我们分享啊。很久之前，我们现在在直播哎、欸。这种事情我们私底下聊好吗？马上展现出来我的偶包，小姐，在那边点，他们很想听八卦，你们也很想听八卦，我看你看，人变多了，直播人数变多了，我要继续问，哪有人家才没有听八卦，人家都来看。你喜欢怎样子型的女生？我喜欢像娃娃这样子。怎么样？短头发、啊？好官方哦。有才华的，不一定是外表好吗？其实真的喜欢我。哎、欸。他真的我去表演的时候，他在后面就跟我这样跳很高，然后一直要让我注意他。对，在那个我还记得在哪里，在那个 Legacy Amber， 对 Amber Hotel， Amber Hotel， 我在后面尖叫，跳，就想说这个男生是谁啊？对，然后是我，哦，好白的一个男生哦，然后自己看皮肤还蛮好的。哦，谢谢。哎，今天是我在访问你，怎么他好像把这个角色对调了？还没讲完，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生？有才华的，然后有才华，爱我的。孝顺的，爱你的粉丝都爱你哦。可以啊，爱我的。所以你可以接受跟粉丝谈恋爱吗？不排斥，他不排斥，他笑了。这个小姐在那边干嘛？小姐干嘛？你们继续、啊。我们在耳语耳语。Into the unknown。聊到这边，聊到这边，我就要跟大家来讲，就是。哇，你看得出来，就是姜就是老的辣。什么叫姜就是老的辣？就在这边，你看，马上把这个你要气氛给我现在要把它扭转。我敢欺负你，好不好？好了，我们来聊那个，为什么今天宝宝没来？哦，他在家。如果带来的话，我就不用唱歌了。我看到你好像就昨天还前几天，你 po 他一张大头照，是不是？我好想捏他的脸。我不是想要，不是去虐淫，就看宝宝，我这宝宝的脸，我觉得很可爱，很想要去 pinch 他的脸，所以他真的很可爱，他会。你喜欢小孩哦？我喜欢的。你现在几岁了？我35啊。哦，你35。差不多了，是不是？好像男生还都比较晚。对，聊聊我给自己
预设的一个年龄是37岁可以步入婚姻。哦，但步入婚姻是步入婚姻啊，但生小孩，这就是我觉得顺其自然。对啊，那你现在还有两年？对啊，三年，还有两年。两年。对啊。那你现在有对象了吗？现在有对象了，还有两年嘞，还有两年对拼哎，总是要拼命找。可是他现在应该也要找到啦，因为你这两年你要确认他适不适合你。可以跟你共度，你知道，拥有一个孩子，或是你跟人家交往的，那我觉得交往咨询，我觉得交往的话，关心我们 DJ 的未来、啊，一定是要，对，至少要交往2到3年，你可以确定那个人，那你这样就会超过时间。你要问他说你想不想，就是你喜不喜欢小孩，就是我。好、啊，那赶快下面留言啊！谁想跟我交往的，赶快留言。而且万一你就是找那种很年轻的，他没有想要定下来。对啊。哎、欸，好了，我们要进群了。哦，进够交往。我耳机要大声一点，我耳机要大声一点。为什么一直有一个莫名的？我在想我歌词嘞，我歌词在哪里？哦，有了。大家帮我开五分。那聊完这个话题就要唱歌。我希望刚刚大家都没有在看直播。为什么？没有、啊。你干嘛这样？你刚不是在真有？居者说他37岁的时候想要步入婚姻，他现在是35岁，而且他不排斥跟粉丝交往，因为他就是希望要有才华的女生，然后呢又要孝顺、不是回来要唱歌吗？要爱他。欸，但我讲的、啊、小姐姐说我讲的都很官方的东西，但我讲的都是事实啊。他当然他一定要爱我、然后他有他，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像你的才华就是音乐嘛、然后有些人可能是设计画画哦，烘焙做东西就是手工的东西、你都可以。我知道你就是喜欢那种他有一个努力的，就是他可能不管做什么都好，只要啊，我知道了，一句话，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啊，对对对对对，认真的女人居丁爱，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但一定也要爱我。好，好啦，我们唱歌啦。哦，所以你是想要他爱你比较多，还是你爱他比较多？这我觉得是要那个时候遇到他，遇到才知道。对，好，但我觉得你，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爱一个人多一点比较幸福。我自己觉得，因为你被一个如果你不是很爱他的人，就是很努力的爱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很欠他，就是在感情上面欠他，或者是我会觉得有一个 guilty。我这样讲你同意吗？但我觉得爱太难说了，可能有时候你爱他啊，有时候他爱你比较多，就是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设限好了。好啊，不要想太多，对不对？反正他来了就会来，但我总之我觉得你的小孩应该也会很可爱。我觉得你会生，我觉得你一定会先，我也觉得生女儿先。哎、欸，我也喜欢的、欸。你看，我就知道。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女儿就像小公主一样，会黏着爸爸。哎，好可爱哦、喔！快点啊！快点，快点加入我的行列。好啊，好啦，唱歌。这首歌上礼拜其实。跟娃娃讲说，哎、欸，我们要一起在节目上唱一首歌。他说唱这一首，啊，我不知道是娃娃讲还是小姐姐讲，但反正就这首我觉得很有压力。对啊，一定是小姐姐讲。因为你跟很多人唱过，而且男生的低音又很低。哦、可是娃娃刚鼓励过我。我跟你说，星期三哦，我跟 GJ 今天要合唱一首歌，叫做《星期三》或《礼拜三》。这首歌大家如果有看《森林之王》的话，都知道它是难度很高的一首歌。但是我刚刚跟 GJ 在外面练习的时候。我好像，你知道，我好像王子找那个灰姑娘玻璃鞋，我带着玻璃鞋，玻璃鞋就这首歌。我是灰姑娘吗？我终于找到适合脚的那个人了，因为居水的低音下得去，而且他游刃有余。你不要这么，哎、你太夸张。哦，他说不能夸。我跟你讲，我刚刚练的还不错，待会就如果掉漆就那个掉漆拉惨。嗯，对啊，好啦，来吧。好，星期三或礼拜三。来，我先要开一个 reverb 哦。好 ，reverb 不要太多，好一点点，然后。好好听。嗯。好，我的耳机大声一点。GJ。以为
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你说别太死板，不如与之一般。如果必须决定，不能由别人决定，虽然你呀很容易分心。那些是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你当然也狂放，但也有些牵绊。感性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生命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美丽有我已经相信。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同时有着你来了解你，还不了解，但喜欢你。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美丽有我已经相信。这世界多了期许，因为有着你，还不太了解你，但我爱你。最后一句再一次，最后一句吗？很了解你。为什么我是找不到？再一次，再一次。还不太了解你，不了解你，但我爱你。也没对到，我们两个。欸，但是留言板上大家都说好好听，我觉得很好听，欸，是不是很好听？还可以吗？我们刚刚就是我觉得很好听啊。好好好，好啦。而且我紧张到刚刚手一直在发抖，因为在唱之前你这样稍微夸奖了，对，因为我是那种那叫什么捧不起的刘阿斗吗？扶不起的阿斗，扶不起的是这样用吗？欸，怎么念啊？不是这样用，不是吗？好啦。你没有，我是个 A B C， 大家就不用太认真。我的 G 丁，我真的觉得很好。就是我们虽然我们刚刚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练的比这一次还要顺，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就是比那两次有感觉跟自然。对所以哎，欸，这首歌啊，嗯，你到底跟多少人有一起唱过？有男生版也有女生版，专辑上面有两个版本吗？对对对，专辑里面呢，一个是马迪，然后一个是悠悠陈宁儿。为什么会有两个版本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星期三或礼拜三，在我之前《末路狂话》那张专辑，因为我在小巨蛋开演唱会，是，然后所以我有了这一首新的单曲，然后我当时也找了马迪来当演唱会的其中之一个嘉宾。那马迪跟我讲说，他这辈子不会再唱这首歌了，因为这首歌对他来讲难度太高太低了，就他这辈子不会再唱了。然后那因为这首歌一定要收录到新专辑里面，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消费者，然后我听到一首歌原封不动放在专辑里面，我觉得就是很没有诚意。所以我跟陈建奇两个就说，那我们就找女生来唱，所以才会有跟悠悠一起的版本。跟悠悠一起唱，对，哇，欸，你知道吗，也感谢这首歌开启了我自己稍微对自己的低音有一些信心了。对，你其实你刚刚的低音就是竟然可以下得去，而且还有表情，所以我觉得你下一张专辑可以朝低的地方。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适合唱，因为我刚刚在聊。对啊，因为小小姐上礼拜就说，你完蛋了。然后我怎么完蛋？他说这首歌马迪的音域很低哦，啊，如果你唱原 key 的话，谢谢你也给我鼓励。下一张专辑的确我可以来走一首
比较低音的歌曲，蛮有趣的。好哎、欸，那你什么时候啊？应该快了吧？歌迷也在问我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啊？欸、现在2019年12月。前几天歌迷也是在，好像有私讯问我说，哎、欸，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你新歌？我今天的确有帮蛮多歌手写新歌，还有制作新歌。然后接下来也有一首新歌帮电影，不还不能讲出来哈，不能讲。对，反正有一个还有一个新的作品。哦对，所以我自己的作品大家就先等一下。等多久啊？现在2019年12月，所以你的新专辑不在2020发吗？应该就2020吧。哎，2020是不是鼠年啊？是你老你属老 鼠的，犯太岁哦，没有啊。我不相信这个。好，那你不相信，那你就鼠年发。好了，这由不得我自己啦，就是看怎么发展。2020年5月。好了，反正就是我还说一通。如果是在明年的生日前可以有自己的新作品的话，我应该会很开心吧，就当作是送自己跟送歌迷朋友的礼物。可以耶，好不好？好，那你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筹备。我一直说慢慢等慢慢等，好的东西就值得等待。哎，娃娃，你这张专辑让大家等了一阵子嘞。三年啊。三年有没有？其实应该是两年，那我因为怀孕生小孩。哎，你很多你很多事情就是要每天要忙碌哎、你看你发新专辑，然后投资不同的事业，咖啡店的老板经营人，然后音乐制作公司的老板，也没有自己是歌手，还要写哎，我真的很佩服你，还要就最近当然就是你有宝宝了，还要当妈妈，你怎么去你知道你的时间当小变成小孩子的妈妈，当一个母亲，其实你的整个世界都会被翻转跟改变。其实我在生小孩之前，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点感到迟钝，就是好像真的是被小朋友激发了你的，就是他的到来，其实的确会让你在对这个世界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好了，听完你这样讲，我赶快。没有。如果你对啊，如果你有小孩，没有，我现在还好，我不迟钝。所以他还可以，男生的男生还好，男生好像都还可以再拖一下下。好了，娃娃接下去的行程，我们剩下一下下的时间，你要不要行程？对啊，有没有什么现场的、表演，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就关注你的 Facebook， 就 follow 我的那个 follow 专那个不是专辑，专辑粉丝专辑也要买，也要支持。我票都卖光了啦，就这样啦，你们不要买黄牛票啦。谢谢居丁今天的访问，好，谢谢娃娃，晚上见。谢谢灰姑娘，你的节目。谢谢你们，拜不。Tedo 新鲜发行。你选择了。好了，我原本是要对啊，跟你聊你的专那个 MV 里面的一些，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有看吧，对不对？因为我看那个，其实我小孩子的名字取好、没有，他们在联欢版上讲什么？你知道他们今天讲什么？有人说我的小孩叫奖杯，叫奖金，叫奖励奖品，好可怕耶、奖励好好听哦，奖励就是女生啊，奖励，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奖励。但我希望他的名字跟我一样是三个字的。嗨 GG， 嗨 GG， 居丁，你要听，对，居丁，居居居居丁，居居居丁，嗨居丁，嗨居居丁，这位主。但我比较想要先想好英文名字，因为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要比较先想好英文名字，因为我觉得我的 initial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缩写还蛮好听，就是 GJ， 就蛮酷的，GJ 就是，然后我的最后因为我姓是 J 嘛，就看，所以我觉得他的名字可能是要跟一个 J， 不要什么 OJ 啊什么的，就是 WJ， 好像太长了，我觉得 ZJ 很酷。ZJ， 对 ZJ， 对，你知道韩国有歌手叫那个 Zico 吗？就他的名字不是 Z 开头，然后我要去找一个是那个从 Z 开头的英文名字，就会很酷，男生的，比如说 Zane，就赞恩的那个 Zane，或者是什么赞恩，我会不会这个考虑太多？我想要说他的 initial 要听上去好听，不会，我觉得就是要必要的，对，那你为什么？帮宝宝取英文名字取如果是那个时候好像我在看他的超音波的时候我就有了 L 开头啊，真的，你看超音波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英文字母，我觉得好像叫 Lawrence， 然后但是我先生觉得 Lawrence 他的朋友已经有人叫 Lawrence 了啊，然后后来这个我跟他想一样，就是
打的菜，就是我朋友如果周围有一个我想要取的英文名就对，对就算。所以我 Florence 不行，Louis 好像没有他的朋友没有叫 Louis， 然后 Louis 就是那个英文名字的意思就是战士，嗯，然后我觉得哦很好啊，很棒。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以后他长大你想要他做什么？没有，他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反正你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一个母亲，嗯，因为我的家人也都没有限制我，所以我觉得这点很好。你这点让我看出娃娃她并不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我当然不是一个传统女性啊，从我的专辑就听得出来了吧。小姐姐说什么娃娃传统没有啦，我是 No way， 我的协议里面还是有客家人的协议，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点的传统。奶还干净我奶奶啊，哦，嗯，然后我妈妈那边好像也是客家人，酷耶，欸，对啊，所以广东客家，嗯，所以宝宝算是四分之一的客家人吧。太远了。好啦，今天很开心你上我的节目，然后对啊，专辑大家当然就是我要是来宣传他新专辑，然后不要把这个我们的话题就是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嗯，他。然后接下去行程大家去看娃娃的。好。哎，你这两天都还会晚上都还会逢电台吗？对啊。这点也很厉害，欸，你没有想到翘班请个假之类的。有啦，有时候我真的忙不过来的时候还是有请假，但如果时间都允许的话还是会来上班。哎，你多请假好吗？你要来代班就是。因为只要我要多请假，等到我下一张如果真的发片的话，我就可以跟他一样。等到你发片的时候我说不定就有。因为有人先在我之前就是发片又请假，然后我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同样的事情了。什么啊？哦，我懂他的意思。对，就是我不想要，就好像都是他在那边请假，哦。对，他就是找一个垫背的。我啦。对，垫背的。因为你又不用怀孕，生小孩也不是你生啊，所以你还是要来上班啊，对吗？对。对啊，对，我是怀孕的那个人。好了，不要闲聊了，拜拜。OK， too much。好 ，too much。晚上大家记得准时收听欧耶DJ咯。11点见，拜，啊，不是9点见，我可能还突击。11点什么？11点再见。你要来再再明天见吧。拜拜拜拜。好吧。